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Sim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介绍拳脚射。没错，拳脚射里面，在食物等的时候攻击力最高的，就是我们的烈剑鹰啦。那一样的，我们来讲一下烈剑鹰的潜在被动。它潜在被动是暴击跟减 CD 啊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后期的时候啊，烈剑鹰的是一个大招啊，肯定隔空取大招，你知道吗？随手一抓，啪叽一下，大招又来了。哦，那他的暴击呢，在五等的时候有 5%， 九等的时候有 10%， 十三等没有任何的进展。那减 CD 呢，五等的时候减 10%， 在九等的时候减 20%。 那他的大招速度之快，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大招 CD 呢，也是全角色里面最短的，1分29秒。好，改过之后，他的大招基本上是无限量供应啊，干的 supermarket。好，我们这一次呢带的是这个勇鸟，再加上厌烦。我特别喜欢这一套，原因是因为这一套瞬间伤害是最高的哦，那不是飞翔可以比的。那当然飞翔有飞翔的好处，勇鸟的好处。那么飞翔呢，它的距离啊，位移的距离呢，比较瞬间的比较短啊，什么意思？比如说我一秒内我可以过一个墙，但飞翔可能要三秒才能飞过这个墙，但它可以躲过很多的伤害。那么勇鸟炸下来的时候呢，一样会有这个稍微身体会受到反弹，得到一些伤害。那不过呢，勇鸟在13等的时候，只要命中到对手，就可以减伤 10% 5秒钟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所野怪都吃完了，来做第一波的 gank。在5等的时候，我们的火箭雀 gank 能力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强，所以尽量的要搭配着队友，千万不要一个人傻傻冲出去。像现在我就在等队友，或是他们进塔的时候，但很可惜啊，刚刚进塔的瞬间呢，我应该再等一下，等到他们把球都缴掉。我刚有点急性子，那这一波冲出去之后发现不太对劲，再回到塔内，那看到队友跟上来，有一个落单的，哎呦，进化成腾出小将，还好我这边及时缴一个闪现，因为对方的火箭雀刚刚差点冲进来杀掉我。那么这一波呢，我自己没有什么这个收益啊。说实在，这个 gank 呢，顶多只是稍微的防守，但是他们还是把球都给投进去了，所以这个 gank 算是浪费时间的 gank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如果保守一点的话，可以先从中央野怪开始吃，激进一点，因为我刚刚知道对方的这个火箭雀，他血量蛮惨的，如果他没吃果实，他应该回家，所以我就直接来做 gank。这边看了一下，他的血量算是刚回家过了，所以这一波呢是不能 gank 的，我就直接拉掉，而且我血量是一半，然后他刚吃完红 buff。 那通常有智商的人都会知道要知难而退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赶快的再回到自己野区去做发育。那这时候呢，他已经吃完了两个大 buff， 所以他应该照理来讲会蹲到上路或下路的其中一个草丛，因为中央的野怪已经都被我吃光了嘛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在吃野的时候呢，都要随时的注意一下对方的这个肉头的动向，你才会知道那我第二波到底是要往上打还是往下打。那这是我的小号啊，所以呢，我最后还是选择去帮助自己双排的队友。好，我们这边呢来到了七等，那七等就有勇鸟再加上厌烦，那使用接技的方式就是勇鸟哦，厌烦普攻，厌烦普攻，这样呢一次可以打出五下伤害。刚刚呢已经得知到消息，对方的打野在上路死掉掉了，那我这边瞄准一下，直接炸下来，结果漂亮被电猫一个折返给 juke 到了。好，那这一波呢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哦。我这边球投不进去，然后准备要先抓这个兔子。我预判它会吃果实，抓到之后看到地精过来，想说抓塞，赶快先把兔子收掉。之后，这时候赶快一个闪现，有没有？对方地精因为看到我残血，所以呢，照这个人类心理学来讲，他一定会迫不及待的想要爱的迫降，然后想把我收掉。所以我当下呢，看到他一起飞，我就直接交一个闪现，那成功的躲掉了他的飞翔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赶快的让自己来到九等，有东西就给他吃一吃啊。那我们在打
鲍士龟之前呢，大概七分钟重生的时候，哦，鲍士龟重生的时候，我们的野怪也会跟着重生。所以这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，我七分钟的时候并不是站在鲍士龟那附近，我反而呢赶快的到自己野区等待野怪一重生，我就要吃掉，然后这时候再回来吃鲍士龟。但是对方的速度真的很快，所以我这边必须做一个反击。我先用这个勇鸟进场之后，然后呢赶快按大招把对手给推到墙壁上 ，Saki Long 表一个壁咚成功收掉两只，这时候我技能全部缴光了，所以躲在草内赶快找掩护，之后记得回来。我这个防御塔我是为什么补这个200滴的血，再加上得到一个小护盾，然后再用一次勇鸟冲过去这边厌烦。那厌烦没有重置的原因是因为刚刚勇鸟没有抓到这个闪耀王牌，所以呢它是不会重置的。如果呢你要你的厌烦重置，就是你的勇鸟要打到那一个人哦，打到那一个人之后，然后再用一次厌烦，然后一个强化被动普攻打下去，你的这个厌烦呢就会再重置了。好，那下塔顺利的推掉，那我们就往上路去。我们这一队呢是有猎咬路杀的，不过呢他活得很好，很早就进化。那对方呢刚使用完飞翔，所以我就直接粘上来，加上我旁边有两个队友，直接给他谁才是鸟鸟界的王者哦。那他带的是飞翔，那我带的是勇鸟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好，我们上路这边瞄了一下后面的妙蛙草炸下去，但因为妙蛙草开着花瓣舞，所以呢它速度很快。那只要呢我们技能丢失败了，就往后拉，往后拉，因为我们的猎尖呢它是打一套伤害的。我这边呢已经滑了一下地图，看到这边有两只脆皮碎啦，哦，直接炸下来，一次炸两只啊，实在好吃欸。那收掉了一个闪耀牌，这边大招我直接瞄准冷蛙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有扫到它，但它却没有被我抓起来。那我就想说算了啊，随便瞄一个跑最远的那个人蛙应该是真身啦，我就稍微的预判一下，结果一口咬下去，嘎嘣吹，成功收割。那上路的电猫已经走到我们的缓速区了，但我还是很贪心的，想要先吃掉热天合同。那这边看到吸盘猫跟电猫在爱的纠缠，我这边一个勇鸟炸下来，砰起来，再加上一下厌烦，成功收掉电猫。那对方呢在争夺骆驼母，而我这边呢稍微看了一下，对方的后排死掉了，可是呢。对方应该还会有个猎尖想要过来争夺，所以我稍微的看了一下，发现没有，我们就赶快吃掉。因为对方带飞翔，他会比我更好争夺这个大型的地图物件，所以呢，只要对方有猎尖，在吃这种大型地图物件的时候，大家都要特别的小心。那没想到，骆驼姆就这么样顺顺利利的，完全没有任何阻碍的走进来。那只要是后排啊，吃到我们这么一套，肯定会死。这边一个大招，再把它推去壁洞，再搭配烈咬路杀的大招。其实我觉得烈咬路杀这大招开的有点没必要，没必要。那我们呢，因为已经打到对方这边主堡来了，其实打到这边没什么意义啊，我们也不可能再走进去。所以记得，随手偷野好习惯，对方打野发育慢。深知自己已完蛋，哭喊队友怎么办？好诗好诗啊！哇，这个队子厉害啊！好，那这边呢可以看一下，我本来是要吃我上方这个龙虾，结果好死不死，狭路相逢，靠边一过来说，哇，猎食者与猎物见面格外眼红，你一只兔子还想要吃老鹰哦？马上呢就做了一个闪现，再加上回头望哦。啊，可爱小兔兔已成囊中物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个血量有点惨了，但是呢，我希望在回家之前还是能把野区收干一下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会出现乐天合同击杀猎尖的画面，还是赶快先回家好了。好，那记得呢，我们呢刚回家的时候啊，很抱歉，没有，这也没什么要提醒的，对，就只是填一个空白而已。好，那对方的上路呢，已经呢崩下卡拉卡都拆掉了。那这时候我们上路的外塔特别突出，特别鲜艳，所以对方一定会想要偷我们家的上路。果然，那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上路呢，其实我蛮希望可以先被拆掉了，因为呢，只要被拆掉的话，我们就会有差不多娃可以吃。那上路这一波会战，我们有个人已经先死掉，我先瞄一下，电猫交了闪现，马上粘上去，砰叽的嘎嘣，所以电猫成功收掉。妙蛙花呢，也在队友的群殴之下完美收割。那么再来看一下啊，这个骆驼母。因为刚刚啊，猎尖并没有死，所以这个最后一只骆驼母，它是很有机会会来抢夺的，它应该会在附近徘徊。我们要注意一下猎尖的位置。OK， 小地图上已经看到猎尖的位置出现，它刚使用飞翔炸下来，我这边本来预判它走位了，结果它一个神回头啊，神鹰回头，没有刷到它。不过我们队友是驱赶它，那这边呢，我们拿到了这个骆驼母，我这边往后拉一下一个大招，哎呀 ，Hello 小兔兔加小娃娃，勇鸟一次炸两只。后排实在太好吃，一个闪现往前，娃娃应该是右上角这个啊，猜对了。
那冷蛙的分身呢，我们呢要怎么猜呢？有时候可以运用一些小技巧，但刚刚那个呢纯粹是猜，但不可能是往回头的那个啦，有可能就是上面或下面，我刚刚就是随便猜，猜到上面 ，bingo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顺利的在分数加倍的时候投到，这边看到了闪耀牌，但他刚缴了一个未技能，所以我现在追上去我是没办法秒杀他的，所以我马上再回到草丛内。有些人啊，猎剑呢用完了有鸟之后，想说没追到，赶快徒手跑过去，不行不行哈，我们就是要打一套，你没杀掉他，他就是他会杀掉你。好，这边瞄了一下，我想要抓这个小 two， 这边撞下去预判走位，预判到，但是因为旁边还有猎剑，所以我马上再拉回来。那我们要进场的时候啊，有两个点，第一个对方走位15，第二个对方缴完技能。好，这边看到对方技能缴完之后，马上往前成功的带掉了喵蛙花。这时候猎剑跑掉了，我知道他一定会想要来偷闪电鸟，我随便预判一下，就这个草丛直接预判，砰一下碎啦，再抓掉这个猎剑，鬼子预判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玩这个勇鸟呢，就可以这样过墙，而且是瞬间的飞过去。如果是飞翔的话，其实对方还有机会躲了，但勇鸟的速度比较快，如果对方缴完位技能呢，基本上是很难逃脱的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部影片，猎剑堪称应该是猎食者的顶尖人物啊。那希望呢大家学习一下，下部影片见。